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那么这一次的开盒是去高雄的战利品，因为这个时候主要是我没有去订，也没有去买啦，然后就刚好有去建国路，刚好遇到朋友，他说旁边有一家有在卖，我就跑过去就把它买下来了。D.O. Link 手游包攻略书加套牌，非常的溜。好，来开开看吧。其实他之前有一个很像的，一阵是一个中文版的暗对光那个。对对对，那个其实补充包啊，啊这个是真的是手游了啦。可是那个内容其实都很像。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也是。但其实，但是这里面的卡其实很不错哎、欸。说实在的，这个真的让新手入门很好，而且哎呀掉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扑克牌哦。有扑克牌啊，这个应该是没东西了吧？空空的。打开看一下。没有了，都没东西，就只是纸盒而已。哎、欸，那不要拆了，那真的没东西了。好啦，这个等一下来看，我们看一下这本攻略书到底写的什么东西。教你怎么攻略。教你。怎么玩游戏？第一面有小说22卷吗？然后漫画38卷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嗯，就教你玩那个啊，就世界观，就教你玩手游，介绍手游，介绍手游，打暗游戏更嗨嘛，感觉还不错啊。木手 ，BNG 可以摸到了。哇 ，SI UI， 你好意思拿这些在骗人家？千眼白龙，氪就对了，氪就对了。现在这个也有了，也是 U 啊。嗯，激斗的历史。对了，初代到第四啊。追到地狱去，追到冥界去，也有额外区哎，额外格哎、欸，啊，摆上去不见，难过，哦，难过，什么游戏王有摆荡，游戏王没有这个，摆荡果然是黑历史，嗯，哦，输钱，吓死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泛用名称，泛用。技能。我看日文是的。哦，对，是技能，对啊，人物技能。游戏海马泛用。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它不是反骨，泛用。泛用啊。没有，因为它是橙子的。没有啊，它是泛用，那还有别的。然后嘞，8000跟4000的差别。新鲜的场地啊。怪兽的大量展开可能你屁股啦，以前才是大量好吗？哇，还用 ABC 耶，好不要脸哦、喔、！ABC 耶，肯定是要上主流的。好啦，书大概就是这样，教你怎么组牌组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边是教你其他的介绍，不是，后面这边是那个啊，就叫你玩那个40张的，是黑魔导牌组啊，然后这个是巨神龙啊。巨神龙复活，巨神龙，对啊，再加青眼白龙啊，叫你买两盒，买这个啦，买这个来强化这一组啊，那青眼白龙啊，叫你去买青眼白龙啊，安内刚丢，安内这边青眼白龙杀丢呢，我今天去会那去问一张花金奖一张2000多块，2200吧，对吧、啊？还不需要走啊，走到多早就要多去看张电影票就好了。当初买一张，你猜什么？卡表。果然要这种东西 ，SR 什么卡表？对啊，就是手游包的卡盒啊。哦，什么好加卡表？哇，六，重，那六，冲版面，冲版面真的，但是它全彩印刷，有诚意。这很像以前小时候玩那个 GBA 那个攻略书会给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错没错。然后会打那个卡片密码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密码可以打？对啊，抽象的。以前不是那个游戏海马还有橙子内版吗？哎、欸，他这边还有解哪个那个什么、啊？哪个角色会掉什么卡？哇，根本就是攻略书啊！那他就是攻略书啊！哇，行，那的确他就是攻略书了。贝卡斯，我没说啊，又是推坑，叫你买第三集，叫你买，这个我都没有买。啊，有这个我都买，这个我都有买，我只有黑色女巫没玩而已。好，重点了，我这花了5分钟在看这本书，太多时间了。
好了，卡一卡，前面五分钟全部卡掉，这还不好开，盒子不太想上到，干。所以他几张卡？15/15，20/20吧，40张。哦，20/20。好了 ，Open， 前面花了5分钟在看那本书，真的是，谢谢大家陪我花了5分钟浪费生命。哦，全赚的、欸。是赚的。哦，恶魔召唤，恶魔召唤来了。对照一下，黑魔导赚的，你就是这样赚的。恶魔召唤，黑魔导女孩一定要。巨盾。大盾守护者。半龙。半龙金剑士，魔道化，严格老魔术师，我觉得他好像怪怪的。怀念哦。哇，神啊！我他妈都打这张，所有打这张，还两张。那、啊、解放暗属性的当两只青龙召唤师出在这里，这不是在那个透怀？对啊，黑魔导神，守护书箱神，我们合作，这个都是哇，现在宝石，哇，神奇魔法杖，神奇魔法杖现在也好用，自律行动，张 UI， 魔石资源，才两张，哇，利用青眼白龙，也是赚的。我第一张的正版卡是这张，我第一张的正版卡是这张，267 SR， 哇，这个都 SR， 是 R 卡，嗯，啊 ，SR， 这也是 SR， UR 两张，是上锁率，青龙召唤师一边，两边都有，因为它可以绿战士、龙族、魔法使用族通关过来。从场到送木的场合的话，破灭疾风弹，刚好一张，这一张，哇，张大家的希望啊，手游都希望有一张，都一定要塞到满了。灵魂交换，潜力代价，是哟、哦，哇，强欲碎片，神，勇气的奇音，阳间物质转换种子，物质，王者的看破，神，哎、欸，这副玩起来会比那个。比这组组起来的厉害多那个教学牌真的是你来我往，比太极拳还太极拳，这个是这边，这个是这边，那还是游戏这个比较猛，游戏有恶魔召唤六星，只要解放一次就好了，打不赢白龙这个啊，对啊，这大致打不赢白龙了，但是这只恶魔召唤出来屌打对方，哎、欸、神，好了，这个神奇的 DU Link 小套牌，我们就开完了。哦，好了，开完了。啊，忘了说，这张桌垫，这张桌垫不是我的，所以你这几个看的这个影片，千万不要问我这张哪来的，因为这是要打第四名拿到的，不是我的。好啦，开完了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我的影片按赞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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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三福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们来乱的，我是阿贵。